大家好，这里是手残也要玩音游的月声。作为手残又没有看过动画，我刚开始玩 Love Live 音游完全只是无意看的，就下载来试一试，一试就玩了好几年，虽然后面也慢慢咸鱼了，不过呢咸鱼有咸鱼的玩法。视频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自动打歌黑科技。1月17日是 Love Live 小泉花阳花花的生日，我正好有一个3月篇1:7花阳的手办，一起来看看吧。闺蜜听说我要拍这个视频，特意送来一个小道具蝴蝶绅士，就当作没看见吧。花花这个手办原型是3月篇的幼儿，游戏里我有这张幼儿，是花花生日30星抽到的。就卡面而言，我更喜欢未觉醒的样子，未觉完美展示了花花和凛日常的可爱之处，两人之间的互动呢也十分有爱。觉醒的卡面个人感觉稍微有点过了，服装本身细节很多，配上背景就略显花哨，而手办呢是根据觉醒的卡面制作的，拿到手办的感觉就是可爱，超可爱，太可爱了吧。不过裙子也太短了吧。手办整体是可爱的樱花色系，粉粉嫩嫩的，服装立体化后非常好看，同时也因为没有复杂的背景，人物更加突出，动作也从卡面的坐在树枝上改为了更有活力的单脚站立。从背面看，花花的肩膀上白里透红的肌肤，脖子上的系带，衣领的镂空和褶皱都太美了，裙子的花纹和层次也非常漂亮，只是真的有点短啊，甚至不用蝴蝶视角，正常角度都可以看见。花花的设定就是带一点点肉感的女生，手办很好还原了这一点，比如裙子下面长筒袜开口的地方可以看出来肉肉被勒出的痕迹，摸一摸手感还特别好哦。手上的棒子和下垂的袖子也是细节丰富，飘逸的袖子口还有小花朵，弧度也是颇具动感，袜子上樱花图案也是非常可爱了，底座是透明的樱花形状，和人物很搭。总的来说两个字，可爱，虽然延期了感觉还是值得的。所以 Late 社，你什么时候把白色情人节给出完啊？看完了手办，来看看打歌黑科技吧。这是我同学以前帮忙做了一个自动打歌器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通过图像识别判断曲谱的开始，然后通过控制继电器的接地来模拟击打屏幕的效果。关掉游戏的音乐可以明显听到咔嚓咔嚓的声音，就相当于按键。打开音乐看看实际效果也很不错哦。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，祝花花生日快乐，也祝大家抽到想要的卡。我是月声，下次再见。